果然，这里也残存着崩坏兽。不过没关系，这都在伟大的食之律者女士的预料之中。城市中都有天命的治安官，这些崩坏兽无处可去，大多只能流窜在这种乡村的边缘。所幸数量不是很多，希望在这之前没有人受到他们的袭击。 小孩的哭声，等等，还有，别哭别哭，闭上眼睛数三下，我马上帮你拿回来。那个声音是……哎呀，我认输我认输，放我一马吧！不许捉姐姐，不许捉了，都怪我。 如果我抓紧了风筝，风筝就不会飞走；如果风筝没有飞走，它就不会挂在树上。风筝不挂在树上，姐姐就不用上去取，姐姐不上去取风筝，就不会遇到小胖鸟，也不会被啄了。<笑>哎呀，别哭别哭，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？ 这些小家伙啄人一点也不疼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姐姐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要不是看在我太师傅的份上，早就三下五除二将他们一一捉拿了。哎，是食之律者，还有，这不是太师傅吗？ 苏商，好久不见。真巧啊，太师傅，我刚才在和孩子们开玩笑呢。<笑>这些小吃鸢，我每一只都爱护有加。没事，你不必给老古董面子，狠狠教训这群不知尊卑长幼的小家伙就是。啊，那自是不敢，自是不敢。苏商，我还是先替你把他们赶走吧。 面损坏得很严重，好在骨架没有折断，先收好吧。之后找到了宣纸，我再帮你重新裱糊好吧。好的，谢谢姐姐。没什么。啊，多谢太师傅及时赶到，不然这风筝我可不会修呀。素商，你好像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。 太师傅和食之律者来到这里是要寻找逃跑的黑渊和赤渊吧？啊，这你都知道？你也会意识读取了？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收过你这么个徒弟啊！和读取意识无关了，是苏珊娜告诉我的。原本我在环球旅行，途经此处时遇到有邪物作祟，便顺手收拾了些。正好想到苏珊娜在附近值班。 我们就聊了聊天。他和我说了太师傅你们的事情，于是我便再次等候，也算是充当此处的临时捕快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你也遇到了崩坏兽。这里无人警卫，很容易变成他们的藏身之所。嗯，所幸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尚未成气候，解决起来也不费事。但也不能大意。苏商姐姐的剑法超厉害！ 那些怪兽就全部倒下了，哼哼。不过，那些怪物肯定会再来的。我们的装甲最近被破坏了好多。没事没事，我太师傅是很厉害的大侠，那些怪物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。
有多厉害？和赤渊仙刃一样厉害。不，赤渊仙刃，哇！哟，你们还认识赤渊仙刃呢？姐姐也听说过赤渊仙刃的传说。何止听说过，那点陈年旧事简直烂熟于心。那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怎么样？他是不是会斩妖除魔保护大家，还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？差不多吧，虽然传说略有夸大，但也偏的不多。果然赤渊仙刃最厉害了。非也非也，我比他更厉害。更厉害？姐姐，你也是很厉害的大侠。没错，我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，功夫比赤渊仙刃还要厉害百倍的大侠，石之律者。厉害百倍？石之律者？哇，是真的吗？苏珊姐姐，她真的比赤渊仙刃更厉害？是真的，有她的帮助，什么困难都能解决。太师父，我这样说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无妨，她开心就好。哇，超级厉害的石之律者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好说好说，你们想让我怎么办？我们想学功夫。啊？你们是想要练武？我们想要当大侠。城里有专门的武馆，你们可以去那里学习。城里？啊，这里虽然离玄元城不远，但交通不便，实际上少有往来。而且因为无人管理，经常受到崩坏兽的骚扰。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这里理应是需要优先重建的地区，我会建议天命把这片区域也纳入援助计划。那学功夫的事？哎呀，好说好说。虽然我未开宗立派，但教你们一招半式防身倒是没问题。不过我们现在有要紧事情，想要学功夫，你们得先回答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们有没有见过一只黑色羽毛的大胖鸟和一只红色羽毛的大胖鸟？大胖鸟？它们和小赤渊长得很像，只是体型大些。是大很多才对，黑色羽毛的更胖一些，红色羽毛的稍瘦一些，不过也瘦不到哪里去就是了。那是我太师父养的宠物，你们有见过吗？超大的大胖鸟，我也没见过。我见过很多很多小赤渊，没有见过大胖鸟。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定是怕见到我们躲起来了呗。不过只要小赤渊在这里，他们就一定没跑远。对了，说不定其他小赤渊知道他们的下落。那我们先去找村子里剩下的小赤渊们怎么样？我正有这个打算。姐姐们如果要找小赤渊们的话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昨天我看到许多小赤渊躲在南瓜地里，我一靠近他们就很快躲到南瓜叶下，走远点后他们又会再探出头来。我想他们现在应该还在那里。南瓜地？莫非他们是太饿了？先别管这么多，小孩我们去找那些家伙吧，我要把他们统统捉拿归案。好啊，我来带。